篮球宝贝们绝对算得上是篮球场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1月21日晚，韩国篮球职业联赛的一场比赛在釜山某体育馆举行，青春靓丽的啦啦队女郎在休息时间闪亮登场，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目光。啦啦队员们个个身材性感火辣，大长腿瞩目，劲歌热舞，引得现场气氛热烈。他们身着超短热裤，舞动起来只剩一条边。随着姑娘们的动作，看看遮住大腿的短裙上下翻飞，时不时就有走光的危险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脏，这可怎么看比赛哟？队员们有的颜值和现场人气全然不输当红明星，全然成为篮球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